在看片之前，大家记得分享、赞好和订阅卓见名家，最重要按这个钟仔，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副教授高浩，我是一个医生科学家。我細個嗰陣時啦，咁啊就喺公共圖書館上網，咁啊睇到話何大一博士嘅古仔啦，佢話佢佢其實本身咧係一位讀物理出身嘅一位科學家，將一啲我哋叫數學建模嘅方式咧，係同呢個醫學嘅研究係整合咗，根據呢啲方法數學建模嘅方法咧，去得到一啲結論。聽落覺得哇，呢啲嘢好犀利，好優美，即係結合數理方法同埋推動呢個醫學研究，又對世界嗰個貢獻或者嗰個價值係好明顯噶嘛？呢啲嘢對社會有幾咁重要，所以我好細個就覺得哇，我將來我都想喺往類似咁嘅方向發展，然後有我自己嘅對於個社會嘅貢獻咯。我喺開始讀大學嗰陣時咧，一年班啦，大概開始學即係基本嘅一啲神經之間點樣去通信咧。當時學到Sir Alan Hodgkin 同 Andrew Huxley 嘅呢系列工作咧，我係覺得好震驚嘅，用啲數學模型去咁準確去形容一個生物學嘅現象。喺生物學嘅成個範疇入邊，其實例子唔算好多嘅，咁所以就當時就覺得話，對於大腦點樣運作好有興趣之外，又另外俾佢哋呢系列嘅工作係吸引到，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因素，令到我係決定後嚟係要成為一個神經科學家咯。入讀中大醫學院。咁就讀咗兩年，跟住就做咗一年嘅喺實驗室做了一年實驗，報咗博士啦。咁就去咗倫敦讀咗三年，再喺倫敦做咗一年博士後，跟住先至翻嚟博翻本身嘅臨床嗰幾年嘅課程，即係翻嚟中大醫學院讀書咯。所以我花喺大學嘅時間好長嘅，即係由2005年入學到2015年臨床嗰個內全科醫學士，終於先攞到，係足足10年嘅一個歷程咯。我最大得著就係、其實我嗰陣時好彩嘅，即係我嘅博士嘅導師啦，Professor Thomas Fogel 啊，我係好有幸係成為佢第一個學生。佢作為一個新嘅 lecturer 啦，嗰陣時，啲 project 係要成功，要做得出啲嘢嘅，咁同埋個 team 未係太大，變咗話我有好多佢嘅 attention 咯，即係一個好 closely interact 嘅一個supervision 嘅關係，亦都因為佢年紀唔係話大我咁多，即係10歲，所以就好多方面佢係。不單止是在科學上去指導我，即係街住我往點樣方向去嘗試 solve 嗰啲解決嗰啲問題，亦都喺人生上面嘅好多分享，成個經歷係 fundamentally 影響咗我後嚟，我作為一個科學家，我點樣去approach 啲問題，亦都係 fundamentally 影響我後嚟我自己senior 少少啦，我會點樣去帶啲細過我嘅人咯。科學嚟講，整體嚟講其實急唔嚟嘅，即係話你會好多嘢，你係要有個耐性，慢慢吞，慢慢試，同埋係達到某樣嘢要成功，要終於 work 啦之前咧，其實可能有好多係唔成功嘅嘗試。我會有嗰種堅持咯，即係話有一樣嘢我想 tackle， 我想解決嘅話，我會花相當長嘅時間去專注喺嗰樣嘢度咯。In fact， 我而家好多學生或者我。管緊嘅 junior 嘅身上面，佢哋亦都有呢個優點嘅。我12年翻嚟香港嘅，咁跟住13年就認識Professor Vincent Mok 莫仲棠教授。莫仲棠教授係我喺阿 Tom 之後咧，係另一個超級最重要嘅一個mentor 咯。咁莫仲棠教授嗰陣時佢就佢為我做好多嘢嘅，包括就係提供咗個環境資源，令到我有嗰個條件去。建立個實驗室的團隊啦，同埋係佢嘅指導，就係話佢同我分享好重要嘅一啲理念，同埋係點解佢會投身做關於腦退化疾病嘅臨床研究啦。而佢由一個醫生嘅角度，做咗20年醫生嘅角度嘅出發，佢同我分享話，佢覺得話好多腦退化嘅疾病。過去嗰20年，佢咁樣睇住啲病人慢慢去衰退，慢慢去病情惡化，其
其實他作為醫生可以做的很有限，即是說我們真正可以舒緩症狀藥物有一點，但真正可以減慢病情的藥物真的十分之缺乏，甚至有些疾病根本就沒有，他會覺得只是做醫生這個不做科研，這個就肯定是進步不到的，我們再過20年都是還是這樣無能為力的。他就跟我分享說這件事的即是他的從醫的經歷的體驗，還有And I guess 第三個原因就是說這件事它那個對於社會的整體，我們人類社會的重要性是都幾明顯的。譬如說香港數據就是說2040年左右就預計大概30多萬會有認知障礙的病人，而個 estimate 那個 elder care 的那個 annual cost 就是 obviously 整個社會一起承擔的，就是1200多億那種範圍的。所以是有一個即莫講話，當然話你如果一個病人他自己有幾咁會喪失嗰個生活的自主權，他身邊照顧人有幾辛苦，咁所以整體嗰、那個那個重要性啊，令我覺得話即值得，就係話你人啊活一次嘅啫，但你花時間做咩嘢？依樣嘢對我嚟講夠重要咯。喺我唔同嘅即科研嘅生涯咧，唔同階段面對個困難、遇到嘅困難就好唔同嘅。譬如啱啱去倫敦嗰陣時候，一開始最大嘅問題就係、是Kickstart 嗰陣時啦，因為我係 Tom 嘅第一個學生，咁我哋當然係實驗室空了了一開始，而嗰陣時咧就因為我係即中途走去。讀呢個 PhD， 又知道自己有個時間上的壓力，即係 我一定要3年最多4年，即係就要翻到嚟，咁變咗話我唔可以即係話喺嗰個時間內我係完成唔到我嘅博士論文，做完嗰個科研項目噶嘛，咁所以當我前面花咗好多時間去建立 equipment， 終於做到個 protocol， 而且我哋當時係嘗試做一啲真係冇人完全冇人嘗試過實驗嗰陣時候，中間無論係砌 equipment， 我要學嘢，定係要解決我哋一啲演算法嘅問題咧？初頭都對我挑戰性都幾高下嘅。咁跟住到我翻翻嚟讀醫嗰陣時咧，個遇到嘅困難就係話，我讀翻醫，我做翻個本科生。咁但我本身做緊嗰啲科研都係要有一啲，譬如話啲論文有啲分析未做完，要繼續噶嘛。咁嗰個階段就有一種個困難就唔同咯，係點樣去 balance 個時間，點樣分配咯。然後另一方面就係當我面對個 career 開始要 transition 啦，即係倫敦嗰邊嘅研究項目埋曬尾完啦，呢邊點樣去 kickstart？ 咁呢個時候就係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剔下一個挑戰咯。而呢樣嘢就係、Vincent 就 provide 咗個成個 foundation 俾我去直如果冇佢嘅 support， 基本上冇嗰個條件去做後嚟做嘅呢啲嘢咯。腦退化症就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嗰個 term 啦，就包括咗各種各樣嘅腦退化症，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嘅認知障礙啊，或者係嗰、那個帕金遜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小血管冇病導致個衰退啊，都係屬於腦退化嘅。基本上大部分呢啲腦退化嘅疾病咧，我哋都係缺乏真正可以改變嗰個病情進展嘅藥物嘅，即係話我哋有啲藥物，譬如話帕金遜症好多藥物你可以即係減輕個症狀嘅，咁但佢背後嗰個過程，即係大腦繼續衰退嘅過程咧，係暫時係缺乏。而家有啲曙光，咁但係就好缺乏，即係真正可以令到佢病理嗰個進展係冇咁快嘅藥物咯。認知障礙最常見嘅原因，第一當然就係阿爾茲海默症啊，跟住就係腦小血管病變啦。我哋認為將來咧，腦退化咧，即係如果好籠統解釋，就係話一個部分咧，就係佢有一個持續嘅衰老嘅過程一路進行緊。咁而另一部分就係有唔同嘅腦退化疾病入邊咧，有唔同嘅病理通路或者分子通路咧，對於嗰個疾病嘅發生咧貢獻係更加大嘅。咁我哋相信將來咧，其中一個科學上最值得嘗試嘅咧，就係要有藥物去對抗嗰個持續嘅衰老衰退嘅過程，亦都要有藥物去針對每一個腦退化疾病入邊。對於嗰個病理進展最大貢獻嘅，譬如話嗰啲分子通路，目前就針對嗰個衰老本身呢個過程嘅研究係著重多啲嘅，因為我哋都亦都係覺得話即係如果你真係有一樣嘢係 demonstrate 可以發現佢對抗衰老嘅好多變化係好有效嘅，咁其實就值得做個臨床測試，將呢樣嘢同另一個針對個別病理靶點嘅一個藥物係結合咁去做臨床測試咯。咁而做呢一
類嘅新藥物嘅設計咧，其實本身係一個都風險唔低嘅一種嘗試啦，即係無論科學上定係商業上，我哋目前就所幸亦都係有同一啲即係有一啲善長人翁同埋一啲投資人係願意支持我哋去一齊去做take 呢個 adventure 咯。其實我哋而家最重要嘅研究方向，或者我哋最團隊係花最多精力做嘅咧，係關於係同嗰啲大腦即係衰退有關嘅一啲疾病，即係衰老嘅過程中，大腦都會衰老噶嘛，咁亦都可能喺唔同嘅退化疾病會出現唔同嘅有啲唔同嘅分子通路啊，可能有啲唔正常，咁於是咧。put together 咧，即係一齊就導致咗呢個唔同類型嘅腦退化疾病。咁我哋成個團隊嚟講，最集中想做嘅嘢咧，就係通過一啲基礎科研去明白，即係譬如話突衰老嘅過程係點樣令到大腦係令到佢更加係容易發生一啲退化性嘅疾病啦。咁同埋係通過呢啲知識，我哋可以喺動物模型度去測試治療嘅手段，從而去干預，令到佢譬如話佢衰老過程冇咁發生得咁嚴重，咁會唔會將來可能有一日我哋就可以增加我哋機會率，我哋會更加知道臨床上係應該要測試什麼藥物或者什麼藥物嘅組合去治療唔同類型嘅腦退化疾病呢？因為我哋而家就發現咗。有一樣嘢係佢嗰個對抗衰老嗰個作用極其強啦，咁佢引申出嚟帶出嘅問題咧，係遠比答咗嘅問題多嘅。希望可以即係我哋研究一啲初步嘅成果，可以證明到某啲嘢係真係可以對抗衰老。你想達到呢樣嘢咧，咁就第一步咧，未必話追求一樣嘢就一定要係口服嘅，因為你要證明咗個科學原理佢係可行，同埋實際上邊個譬如話邊個信號通路你真係可以做得到先，咁跟住你先諗佢嗰個 approach 打針啊，定係有冇可能將來口服啊？咁呢啲係應該係 stepwise 咁樣去做嘅咯。嚟緊將會發表一篇文章，就係報導即係原來某一個類別嘅藥物，佢個對於對抗好多衰老中嘅分子啊，功能層面嘅變化係好強嘅，好有效嘅。同臨床嘅同事一齊努力去嘗試發掘，去睇下可唔可以喺有啲嘢已經可以喺臨床測試嘅層面就試到，同埋係有一個更加immediate 嘅 impact 咯。即係我哋好多時做一樣嘢 value 唔係永遠淨係得你乜都要世界第一咁樣嘅，即係要 be nice， 即係最好嘅你要獨當一面，你世界第一發表一定係最好嘅。咁但係 beyond 呢樣嘢咧，有好多其他嘅 value 嘅，包括你喺做嗰個項目中，你係我哋係訓練咗下一代嘅科研學者，為香港訓練咗下一代嘅科研學者。咁這個的 value 本身已經很大了。第二就是有很多時候有一些東西如果真的足夠重要，如果很多時候大家的 approach 會有少少不同的，可能是做出來是說即我的 approach 有少少不同，你的 approach 有少少不同，但是我們的可能的靶點那個是一樣的，但是有少少就互相驗證，到將來了，我們在那個 industry 裡應該拿什麼做靶點，或者 take 點，或者學術界應該 take 怎樣的 approach 去設計個臨床對照實驗呢，咁就會有一個更加強嘅 foundation 咯。即係腦退化症係有多個風險因素啦，我哋叫譬如話中年嗰陣時嘅高血壓啊，有糖尿病啊，血脂高啊，肥胖啊，呢類各種各樣嘅我哋叫做有好多你會聽落係其實有得醫或者有得喺生活上嘅改變，譬如運動啊呢啲嘢係最基本嘅，或者係要喺持續係即係參與一啲係要對自己要用下腦嘅活動，呢有幫助嘅喎。咁譬如話我哋喺生活 lifestyle 同埋該醫嘅風險因素嘅疾病去醫嘅話，其實可以減少好多嘅。有個足夠大嘅即係堅持係。即係呢類型嘅問題，我哋覺得話我哋值得花嗰個人生嘅時間去嘗試解決咯。呢個世界唔係完美嘅，好多時一啲困難遇到都會沮喪嘅。咁但係整體上都係嗰句就話，如果本身嗰個 passion 或者嗰、那個好奇心對於想解決某啲問題或者一啲覺得個 value 夠大嘅話，咁堅持落去又唔係話太過困難咯。我哋而家大概係20個人左右嘅。
即係頭先我講嘅嗰啲研究方向已經好多啦，所以其實係要唔同嘅人負責唔同嘅部分，咁我哋先至喺 solve 個 problem 或者解決問題嗰陣時候，係可以互補個長短，最 complementary 同最有機會率可以解決到咯。幸運地而家我嘅團隊成員咧，全部都係可以話係好 self motivated 嘅，即係話而做 scientist 最緊要都係 motivation。亦都我而家目前嘅團隊嘅成員都係好team player 嘅。如果個個人一做一樣嘢就已經喺度諗緊點樣爭 credit 嘅話咧 ，mosaic 做唔成嘅。你好多時係要即係有一個 team 嘅 approach， 大家願意貢獻嘅 approach， 咁跟住我哋做完咗，大家就 share credit， 咁先做到嘅。咁 fortunately 我而家嘅 team member 全部都係，或者我哋內科即係神經內科嘅依個部門嘅全部都係咁樣嘅人咯。而家其中一個我哋要解決好多醫學嘅問題啦。咁一個好重要嘅 advancement 就係點樣將一啲AI 或者 machine learning 嘅嘢 integrate 入嚟嗰個醫學啦。咁我攞依個做例子就係話將來嘅醫生最好就係我哋會有好多嗰啲 AI 工具逐漸引入唔同嘅部分去幫助佢，絕對取代唔到醫生。咁但係咧，佢有好多部分可以幫助個醫生嘅。懶嘅話可以純粹做一個工具嘅使用者。咁但係最 ideal， 尤其是係想喺醫學嘅研究或者係推進呢樣嘢作出一啲貢獻嘅人咧，我相信佢就唔會滿足於淨係使用個工具作為一個使用者，而係會去學習背後嘅原理，佢嗰啲背景知識。譬如話，如果你想熟習AI 或者機器學習，咁一定就要學一啲數學，學一啲點樣去編程嘅一啲或者啲演算法嘅設計嘅一啲知識。咁我會覺得係呢一部分呢一種教育點樣去同而家嘅課程去整合係極其重要嘅，而其實醫學已經做緊嘅嘢咯。咁所以對於下一代即係年輕嘅想投身科研嘅即係學者啦，咁我一定就係鼓勵大家多學習跨領域嘅知識咯，呢樣嘢好重要咯。另一方面好重要就係點樣去建立同人哋嘅合作關係，有個即係 intercollegial 或者一個即係好嘅合作關係，點樣去以一個更加以一個 team 嘅形式去 tackle 問題，願意分享共贏咧，呢個係另一方面好要好著重嘅嘢咯。咁如果呢啲嘢都可以 put together 嘅話，咁我覺得即係再加上自身努力，咁喺科研上條路就會行得好啲啦。我好有幸即係喺我嘅 team 嘅一啲後輩啦，佢哋好有 potential， 譬如話五年十年佢哋可以係做一個 team leader， 可以 lead 佢哋嘅 team。咁我諗我都會花唔少嘅時間喺點樣去facilitate 佢哋呢條路咯，即係點樣去 accumulate 佢哋嘅 track record， 佢哋點樣去建立一個更全面嘅科研嘅嗰個知識同 approach 嘅嗰個根基。咁build towards 佢哋都要獨當一面，將來最重要嗰個位置就係母校啦，即係本身係母校，亦都係我個事業嘅一個根基嘅一個發源地咯。咁所以即係而可能更加重要嘅係，即係喺中大遇到嘅人，即係無論係我嘅前輩、同輩、後輩，我都係好幸運咁遇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先至有嗰個機會，我哋可以建立起個團隊，一齊做出一啲科研成果咯。每一部分我都好 cherish 喺呢度。大學咧其實係最重要，佢就係 provide 一個好似一個 incubator， 好似一個 platform 咁樣咧，係好去 facilitate 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咧係去發揮我哋嗰個學術興趣啦，同埋係去將我哋專長去想攞我哋專長嚟解決一啲科研嘅問題啦。咁依方面中大其實即係最重要嘅角色就係 provide 咗成個 foundation， 我哋先有一個平台去做呢啲嘢咯。而我當然會認為我係十分之幸運嘅，即係無論喺乜嘢嘅career 係乜嘢事業嘅階段啦，咁無論係 junior 啲定係而家呢一個 team 啦，都係得到中大好多嘅支持，先至可以係將啲嘢係建立得起咯。中意名家分析，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支持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